中宫虚悬已久，皇贵妃乌拉那拉氏秀玉名门，祥中士德，早从前底，克贤内则，金姿养成皇太后慈玉，以金册金宝立尔为皇后，钦哉受册。宣宝，皇后之宝。臣妾叩谢皇上隆恩。行六宿三跪三拜礼。立后之日，皇上钦定的八月初二，这个是个好日子。本宫嫁入前邸的时候，也是八月初二。请皇后娘娘至太和殿。
臣妾乌拉那拉氏受恩于君，令主中宫，必恪尽爵职，端礼后宫。臣妾叩谢隆恩。Why?